欧洲南天天文台公布了一组位于金鱼座 NGC 1055星系的彩色星照片。这个星系是我们银河系的一个姐妹星系，距离地球约5500万光年。这组 NGC 1055星系彩色照片显示了由星球、气体及尘埃所组成的带状螺旋圆盘形状，直径约115000光年，比我们银河系保守估计的直径100000光年还大一些。另外 ，NGC 1055星系属于侧向螺旋星系，从这个观察角度看起来，没有看到螺旋状星系中的螺旋壁，却看见了带状圆盘中心显现出轻微的扭曲形状。这个扭曲状态可能是受到临近的 Messier 77星系的交互影响所造成。而这些照片是经由位于智利阿塔卡马沙漠中的欧洲南天天文台所拍摄的。